心有清这条灵性，咱是顺家，敢若亲像照着法定咱的心啦。这是咱通灵这条灵性，敢若亲像原始的心意啊。无形伊是予咱在世，通甲咱的缘合定啦。这个是咱清净的灵气，定着在世间咱出神啊。真理是天灵气，现道是顺天神。无形伊的灵性哦，这拢是通灵的本性。咱才有遮尼啊清净的灵性啦，顺着现世的天，我只有来讲显明我家己的心。真理是灵法界，清净是顺天来呀，现道是天意呀，拢是无形界的清净。转伫咱在世间的心灵，显着无义啊！上天爱予咱会顺心，咱才有遮尔稳固的心性。天元是灵性，安定是天灵。这是咱清净的发性。转着咱的心稳定，有咱遮尼啊顺的灵气，咱才来向清家己的心。真理是灵魂的天界，显灵是咱的心开呀。回到遮尼清净的天性，咱来顺着无形的稳定。是归到现世的天，咱才有遮尔啊顺的心气呀。是你顺家遮尔清，咱才有这点气通灵。真理是灵发心，转咱有无遮尔清？这是咱道家的灵气呀。顺着清净的心性，咱只有讲度化咱的天命啊！这点灵魂只有灵气，转着相通咱即马的心啊！灵是原来，咱对着无形形象这个天性，转着咱即马心的清。拢是顺着先天的理，合咱在世间的心意。我有这条正法的正灵，是咱顺着母啊的心。再来讲，遮尔啊清的气，灵魂有遮尔啊顺的心定，显开是上天神。转咱有无？遮尔啊静，这是咱出家的灵性，有咱一条青天的本性，咱才有无娘的灵性，是咱主要的天意，是你来讲道家顺天，真理是天灵来。显灵是顺的在，我有一条青天的心，这是咱灵源本性，爱咱见庙清净啊，得到灵源这条心，出现咱安静的灵，我以清界回天意，老母娘娘。转的精，是咱心灵这间气向着原来咱的母神，入伫稳定在世。我只有向着原灵，
这条清净的本意，度着灵魂见天。咱只有照母显世，是咱主要通天灵，是咱搁再入定世间的心，灵魂伊的灵气，掀开咱个人的心神。咱来看现是灵魂的天性，转过着无形，这么啊顺的心，现伫清界，咱的本意是咱找出先天落界神，这点灵魂，这条灵气，咱只有看着先天的神，我有这条的灵性。转过着修通咱的天命，予咱有真纯的灵气，咱再来看现清家己的心，拢是顺着母性。一世人咱咧讲的通灵，我会当运用这条灵气，转着清净这个母源，拢是清净的天性。则予咱心会清，我对着无形上这条灵气，甲因甲相通，咱顺着母娘伊的本能，这拢是原性质。咱再来讲着回母遮尔啊清净的心意，拢是原来咱的本性出现伫当场，咱的天命。灵伊会显开，是咱转着清净的本性。我还有遮尔啊稳的天灵，拢是显落来灵气。咱则看到先天的清净，有咱这条无形的天界，我爱来讲到遮尔顺的自在，一点清天，一条灵性。这点灵光只有讲天灵，有咱一条正发心，转咱有正现世灵，是咱随着清净的天，要来放开我的心，这是咱道灵的天界，一条清澈神带来灵魂的灵气。度着清净的心意，咱有照着无形度咱的心清，这点灵魂的天界，咱看现神在，无形伊的出现，就在咱的心。我有这条正法的灵气，是咱的心灵转正显露的原性。转到这么清的心，我有这点原始的天性，转到这么稳的本心，拢是这么啊清的法界。咱再来讲顺母原来真灵的天意，落得清净顺心，无形出家是天缘。现咱顺理是心静，这个天理爱予咱对得到。老母啊，伊这条神的原性，这个天意我只有照着母性，转过着我的心归零，真法的天性，落得清界咱的本性。这是咱落家一条心，最好的是现世灵的，拢是顺着清净的天理，咱才有金母娘娘的心意，是灵魂一点性，是咱转转来这么啊清净，这是顺着原来的灵气。拢是得通先天的本性，你再来讲回母这么啊安静，
真理是咱路性，显露是咱的本性，这是咱出家的天命诶，拢是稳定的灵气。咱再来看到清净的顺心，灵魂伊的天界，咱只有兑现原性，无形伊只有顺这么清。进入到咱讲的元天元灵，阿母啊，伊要予咱行一顺，这世人你就会当向着无形这么清的心做伙，这个是天理的灵性，因着我个人的心性，拢是天元这么清楚，咱才有这么啊稳定的心。掀开着咱当下这条本性，天元是青天的理，爱咱养的是家己的性。因为我爱是当今，咱的本性就会当看到元真。今日我是要直通咱的真性啊，性不爱让伊装潢呢，不爱让伊暗呢啊，暂时会好。我要彻底进入到我甲老母相共迄个神性、迄个良心，这是咱一条会清楚的天。世间咱行的顺界心，真理是天发心，爱咱向的则是顺天意。伫咱会当讲的是顺无性。爱咱回到这么清净的心意，只有咱回到灵母啊，灵这口气，这是咱以清净的天界，恢复到这么稳定自在，上苍的灵气，安置咱在世的心神，我有这条正法正天的心。现到这么顺的性，是咱以清净的天元。母啊，伊顺到这么稳的灵气，是咱行向清净的心灵。真元本意是天灵气，落伫清净则是现世性，向着原来的灵性。行向清家的天命啊，这是咱主要的天元。阿母啊，来讲这么啊静的心，拢是回转咱的天界，直通正法这个神自在，是咱元天本性降理啊，伫咱的心的。我用着这条清气上的天界。是咱的心内定，我照母娘啊这条神现出家，是咱以正法这点灵气，真尊重、真尊贵咱的心，这才是咱道灵恢复无缘。这个天理的灵气，现伫在世间，咱的灵性。是咱归着正法的天，再来直通元天的庙。你有这条清净的天界，定条条，这再来讲通甲咱的元灵元形，出自咱在世间的用心，是咱找出现主时的法界，咱会当相称相应，母娘的心内。这是咱元天的灵气，逐天爱做清家己的心内。我有这条本源本意，是照着天公，合咱的心这么清净。这个是天意下，咱在世间才会当行清净的本性，恢复原来迄个真灵。是咱元素这点气，
在世咱要向的是这个天，晴天有露有灵性，转咱归是天灵，有咱这条正法的灵气，咱爱向甲这呢啊清净的心，是有稳定这个天界，是咱直通这个自在。我爱是一条清气上的天源，阿母啊，是咱的灵性，爱咱归倒转来是现世的心。伫咱做人，咱有这种理智判断，咱爱直通来到着母娘啊，这个道心，咱才会当倒转来原来这个发生的。今仔我只有用着青天的灵性，掀开着我的本心，因为只有用这个大道的清心，咱才会当静甲阿母阿姐，这才是咱清净的天界，一条神出现，真理是天元灵，爱咱转是现世清，灵魂闹无异。转咱归元入神，是你这条青天的灵魂，我爱转到这呢啊种的心性，是咱以正法的灵格，一条会当春秋进入咱即马咧讲的通天本性，拢是定家己，我这个心才会当出来，搁入来。这是老母伊的灵性，嘛是咱在世间的弹性。我有这尼啊温柔，我才会当撑出去，搁求倒转来，照着这个道，可大可小，是咱无形这个天理。我用着大自然这个大宇宙，都是大道。今仔用着我这个小手，这个身躯。就是小道，所以讲用着我现主持的身躯这个躯壳，用着我内底这个器官，我就会当表明世甲风大这个大自然，是咱这条清气上的天理，一点点啊拢无咱习性，咱在世间养成的意识、见识、常识，因为这个识。我要甲伊倒转来飞啊！飞就是自然的物件，自然伊会当亮出上界鲜艳的、上界自在，伊会当流露这个大自然的本性。生死中，咱会当抓一条。今仔日我爱家己会当做主，一世人我要来行到咱老母这个所在。这个就是咱大爱，咱的灵境，咱的灵神，倒转来咱的身家。所以讲，母娘希望大家拢进入仙班，这才是咱的家园永远大。这个火体是咱有这条正天的灵气，咱要将着上好的心，行倒转来咱的厝。这是咱青天的好诶，火体有讲歹诶啊，哦，受到种种诶灾殃有无？敢亲像天地交合有无？但今仔咱要讲诶是神大诶所在，火就是心嘛，心就是神呐、啊，这个体就是咱大诶所在啊，是咱用安尼来表示，咱才会当静甲咱心嘛，心诶发性，是我以。这条灵魂的灵气，在世间我就向着出家，咱的天性啊。因为我这条灵只有单纯化，无其他乱掺的，这才是咱清楚的天界。一世人，咱要了脱啊，咱的复杂，复杂就是四生六道啊，三善道、三恶道哦，做六道啊。是咱以
这条的灵天灵气，咱会顺着这么清净的本性，咱要倒转来永远生呢？永远生，你就不生不死啊！所以讲，咱爱是这世人的修行，修到咱真正有够的点数。今仔我只有向着无形，才会树立形象，会当行到这么啊清净，无这树立形象，甲我进入来，来干扰我，来引我这个心行出去，嘛心袂振动，这才是我定法的天性。佛祖讲的做定心法，这就是咱在世间咱抓的条。定心法就是控制，你爱安怎做，爱安怎停止。世间人就是讲，你会当进行，唔知影好停止，因为咱世间人心是袂满足的。这就是咱现主持咧讲的差别。我有这条现主持的天性，因为我会当春秋，我阁会当捏拿现主持的平等。平衡，这才是天公。人人拢是平等，有这个佛性的，拢会当倒转来母娘的身边呢。这才是咱定法这点灵气，要来学助人通理呀。真言本意定如心，采用一点灵性啊。修行爱咱家己的心去体会。本来就无平无关家啊，无法度平分啊，因为这只有个人去接受、去实验，你才有现主持的实证。实证你要实在去做出来，安尼才有法度印证你这个心是明的，也是暗的，还是半明半暗。现在咱这条出家的天。今日只有讲空性，你才会当讲亲像天空空啊。咱的心若空空有无？这个大道的能量，咱会当吸入来，予咱发生着在世间，咱咧讲道理、道行，伊会显明啊。这是咱顺驾稳定咱的天界，你的思想只有金木。这尊神离异啦，是咱这条正法的灵性。安尼，咱再来讲通灵清净啦，是我以本源本性，要来讲到元天元神啦。修行只有讲见到金母娘娘，安尼尔尔啦，如此就是讲安尼尔尔啦，无其他啦。这才是咱灵魂的灵性，上界关级的修行者，因为你其他拢假嘛，是爱咱这么稳定的天界。世间你讲来讲去，拢是相帮啦，拢是咧相对、相比较啦。只有金庙，伊才会当讲庄严这个灵性啊，这个道理啦，是咱要合作会。是咱的条件要相共，啊，咱才会当讲定老母的心。现咱青天是灵气，转到原来是天性。今仔咱是用心献伫这个道路的，唔是用身躯。咱所有的身上，咱所有清茶，你所有大的。这种法器，咱爱是现主持，就是当下，你这个心提会出来。身躯外口，迄拢是装潢代表的，拢是短暂的，因为这物件你拢袂当扎转去，只是暂时你的演化，代表你现主持的性质，你即马修行的阶段。最主要就是心的内在，内在就是讲，你的心是伫内底，
你爱会实在，你爱会清楚，你爱会当照着道，敢像观音佛祖、观自在、观顾咱家己。你做出来一定爱定恰恰的、水当当的物件，啊！你唔当难死，啊！你唔当结骨，是咱该当做，咱就做啊！唔免咱做，咱就退后伫后边。这则是咱真理的灵性，啊！你唔当结骨讲，啊！我爱做，啊！我这个道行都这么深，啊！我去做到这个普遍的、一般般，大家会当做的。安尼，这就是你的理念错误。今仔咱所谓无为而不为，我做了，爱我做，我去做了，而不为，就敢若亲像我无做诶。安尼，这则是咱定法的天性啦，咱的春秋法界啊，是咱这点灵魂的灵气，咱爱顺家这个天命啦。因咧要去掉，就咱的固执、骄傲、自大、炫耀、分家鬼啦，这咱无啊。因咱咧冰倒转来啊，爱谦柔啊，爱当退后啊，爱当用着上善的这种态度来对待大家，才是真啊。是咱有这条正法的灵气。母女嘛，对着咱所有的灵性，伊是用慈悲的啊，伊是用喜舍的啊，伊嘛袂等讲伊真牛啊，不止讲功劳伊拢唔免，这种伟大你要去倒找啊？今仔是母亲节啊，咱这条命是先天啊，这个性，咱要地金表给咱的啊。在世间，咱就讲，咱现主持的老母啊，就讲有诶叫姨啊，有诶叫妈妈，有诶叫敢若像讲阿母，伊予咱诶这条生命。世间上珍贵诶，就是这条生命尔尔啊！你若有啥物好啥物礼物，好啥物讲，所有诶礼物会比这搁较重诶吗？因为要伫金庙，敢若现主持诶母娘。伊予咱这个性，啊，甲这个生命，生命就是咱人主是的母啊嘛。咱才有法度修持啊，咱才有法度顾全啊，生全啊。咱后天甲先天，你行甲至极啊，行甲上好这个品行啊。所以讲是安尼，咱才会当感恩啊。今仔母亲节，我嘛来祝福着咱大家。会当做妈妈的，拢会当照顾囡仔事事，教育和成功，采用着这个囡仔，拢是国家的栋才良才。是咱会当讲到这点灵气，咱再来讲道化咱的现主持，照着通天这点灵性，咱才会当看甲这么清楚的本性，今咱爱。是重要，搁重要。世间只有灵修，只粒圣果尔尔。今日的圣果要倒转来永生，你这条灵爱真正永远生呢，啊，你就免死啊。你如果若无修到这个品质，无修到这个重点，你一定伫四生。四生就讲有生。就爱有灭啦，不管是你胎生，还是生卵搁落去孵生出来，还是鱼的水出滴水的湿生，还是化生，你糖变气，气变糖，糖变细胞，啊内底再搁野水鸡一粒大肠，迄、那个马骝揪入去暗位啊有无？爱搁变一变，还是两变，才成形体。这拢是暂时性的，今仔母娘就是暂时的。你伫只生死，你伫只流浪，你伫只轮回，是艰苦的。人生难得啊！你如果若轮回，以后无一定阁出世做人啊。出世做人，
你要搁伫咱即马即个南瞻部洲，伫蓬莱仙岛，尤其是女将啦，女将你若活伫印度，迄、那个介绍就差足侪咧啊。所以讲，你若无利用 LINE 来看讲印度所有诶女将，伊真正无尊严啦。今日女将会当伫蓬莱仙岛，女篮冰顶。阁刷咧修齐三卡波就一间店啊！啊，你即马来，甲咱个手机啊，拢足方便咧。只要你有心，要转这个意，歹要转好个，唔知要转会知，真方便。所以讲，希望你若讲为着这个福报，为着现主持个财物，你要伫只求，你要伫只等。你要伫遮有这个福报来，你也去布施。希望后世人你来做人，你会当出世较好的家庭，你再搁来修，因为你是后代的佛。今仔日咱修持，就是现主持的菩萨啦，圆形菩萨。我的心就是要爬起来，这个四圣六道顶啊，了脱生死。因为我只有要行西门尔尔。死门甲我无分，生死门，你若看会清楚就对啦。恁今仔要入要生死门，福德正神一定出来甲你印。生门啊，你才会当阁出世啊。啊，若死门有无？你真正艰苦咧啊。所以讲，你若行到地府的时阵，敢若亲像万里长城咧，迄一面壁真悬。看到福德正神，你就知影艰苦啊啦！地府你若捌落，我安尼讲，你就一清二楚啊！是咱一条真法的灵气，转到这么清净的心，灵源是天灵性，爱咱归来现世情，咱有这条正天的气心呐，是咱灵魂的天界。是咱叫醒清净的心，灵源是天灵心，转来现世是顺意，得到灵家现世明，转咱开了清净，这点则是咱的天元灵气，得到清净顺利，上苍有落现世明。转咱一点去通灵，照体原来是天意，金庙造像是顺天，真元出家则是灵气，安住个人的心则是顺天，灵元是天灵的本性，爱咱转到这么稳的天灵，拢是顺着天意。清界这条原形，是咱这条原种类，嘛是咱即马咧讲的在世间啦，咱的精慧啦。有咱原来迄个本命本性，你才有现主持这个身躯，伫只产生咱咧讲的，大家来研究这个道理。这世人你对倒来，你要安怎转去，则是欠过的。真法是天灵的本性，爱咱转来是天命，顺着天缘这点气啊。无啊，伊要将着烦恼，烦恼就是在世间，你烦恼囝、烦恼孙、烦恼厝、烦恼车、烦恼咱即马要买卖，才会餐厝。过来讲，才会朋友，咱所有斗阵的会合袂合？这些烦恼，咱要甲排除，甚至要甲断掉。一心一意，咱要向着先天老母遮，你莫费心。今仔日只有真心向先，安尼才是咱真正良人良智，见着善财良女啊！啊，你要回家咱家己的观自在，就简单啦。上苍这点灵气。爱咱行，这么清澈的心，
真理是天元性，爱咱见庙正天性，顺着原来的灵气。今仔日不管拜什么神，北极天天上帝公也好，天公也好，王爷公也好，妈祖婆嘛好，咱即卖咧讲的三奈夫人也好，你著讲这个祝西娘娘嘛好啦，哦，咱咧讲讲这个所有的咱这个女神嘛拢是相共啦，因为咱有雷三宝啊，有咱九天道庙啊，有咱佛庙啊，有咱寒山庙啊、雪山庙啊，有元庙啊，真济咱这个女将修甲变元君。查某体变甲查甫体啦，得多就丢啦。所以讲，因拢是鼓励咱，每一个人爱清净心、清净口、清净心、心口意，拢爱修甲真正会清凉就丢啦。安尼你才有法度倒转来定你家己的本性本位啊。啊，这个阶段就是你家己要去衡量啊，你做有够无？咱有一个啊，那出剃头的啦，出家人啊，伫玻璃啊嘛，伊啊有一间道场嘛，外口有一间坟嘛，咱莫甲讲是啥物名啦，迄、那个主持有无？伊讲啊，修行啊，食菜有无？出家有无？要真正照佛祖安尼做的吼？少搁少啦，迄佛寺嘛开甲真好啊，外口一尊佛啊，玻璃啊，是安尼，咱才知影讲修行爱真心啦。你若用假意，你永远也是同款坠落伫咱即马即个啦，较下层搁下层，即个境界啦，是咱有一条正天的灵气，一代高僧啊。伊就会当讲安尼啊，所以讲，咱也毋免讲啊，大家都想出家啦，出家要了断一切有无？你才知影出家内底所有诶妙事拢袂好啦。你甲听会，你外师就好啊。内底敢会好？较早讲会听啦，五本你就好啊。过去敢若三兄弟有无？伊要较早起来，啊一个较晚起来，甲叫有无？对方伊就生气，就要甲伊冤家啊！庙事敢有遮尼好大个？较早是有影啦，拢尊重师兄、甲方丈有无？甲咱个长老咧，甲你讲讲个听。但即摆你着即摆人个教育，哪有可能轮甲你管？是咱家己好好啊修啦，心境你爱改革啦，你即条灵爱通啦。你会清楚就对啦，通就是你知影安怎做啦，你知道嘛？啊，这个道就永远袂停的，伊是敢若亲像咱咧古迹啊，有无？迄个风骨有无？亲像咱咧下石磨啊，有无？咱过去啦，七月半，啊，咱咧落下迄高啊夫有无？敢亲像伫遐一直磨，一直磨，互你出汁啦。做鱼啊，做粿嘛是过去拢安尼磨，即嘛才有机器用烹的有无？是咱这条正天的灵性，咱再来讲顺甲定神呐。我有一点清净的天界，只有来讲着正法正理啊，所有石磨啊，尽在这个心念念。这个心你若定会调，伊照安尼说，就磨会出汁。你这个心若歪去，这粒石磨啊，西东去平岩的歹去啦。所以讲，咱不爱偏左偏右，不偏不倚。咱这粒心一定爱直溜秀，直通咱的神经。真理则是天意。老母啊，咧讲出家则是心，因为你有这个心，这么明白。老母啊，伊才会通你这个心安怎做？是咱以愿天愿灵，
转过着清净，咱的心气，因为性老母也是管咱这粒心，咱这粒心是指挥咱这个身躯，是用安尼这个三步骤，你就知影讲这个心的重要。今日我所有咧讲的，会当大声细声，嘛是我这个八卦，头前这个脾胃啊、脾土啊，直接激烈。所以一个人，你就知影讲，咱要倒转去这个大周天，就是咱即马这个碰扑，你的燃料、你的主食、的能源有够无？你家己知影。啊，这个人去传啊，你哪会当捡母牛传予你？啊，大家拢是母牛的囝，母牛只有用解破的，吼、哦，甲你解开的。即个所有的积累，安尼是上公道的啊！因为有的人要搁直接停嘞啊，有的人搁愿搁较低，伊要试看卖嘞啊，啊有的要转去啊。母牛拢讲自由的啦，这个道本来就是自然的物件，无勉强啦。上公道是照老母牛牛伊的信号电波给我，啊我才有这个母本。照着我现主持的意思，直接讲啦，安尼讲好歹，甲我拢无关系啦。啊，只有要成就，我即马心会知影，我现主持的出力，轻的落力，我才会当知影啦。落的咱是歪啊，落的是会做咱歹性地啊，讲一寡无好的话啊。所以修行，不管有出家无出家，伊讲话，若讲。无好听的话有无？就是真正伊的性啊！原来迄个性就是恶啦。牛即马牵到北京嘛是牛啊，同款迄个性啊，都毋是讲你即马牛牵到北京，迄个性会改啊。是咱以正天的灵气，转着顺家的心嘛。你牛甲牵到北京，伊嘛是食草的啊，伊嘛是啉喷的啊。是咱这条正天的灵气嘛，真正性歹改嘛。但是你都要趁这世人，你真正坚心嘛。你像着错当安尼就对，伊的原性若出来有无？到极限的时阵有无？伊恍惚啊，伊抓袂知啊。所以讲慢慢，伊要来治伊真正这个心嘛，迄个正。只有照咱逐工来控制、控制，到尾伊完成啦，伊生存啦，伊个个性恢复天真啦，是咱这条正天的本意。咱来落家，则是顺性啦。这个性有诶出世就真雅，有诶出世真柔顺，迄就是拢雕伫骨诶内底啦。但是咱要趁这世啊，咱有这个破怕，有这个发生，颜回啊，伊讲不离高啊。孔子第一高徒就对啦，本来伊的衣钵，伊的传人啊，传承要互颜回啊嘛，啊颜回啊，伊都身体无好啊，32岁就过往啊，所以讲孔子哭啊。失去这个良才就对了，是咱有这么啊清净的天意。咱即马大家拢是母牛的良才、栋才哦，所以讲是咱真正要接母牛啊这个桥梁。所以讲每一个人你都要用心，每一个人你真正爱刻精神落去啊，莫重视物质啦。啊，物质你都60几岁啊，你搁大偌久？啊！你搁伫遐计较啥？拄拄啊好用啦！啊，剩一寡有无？咱来布施、应得，来应子孙较好啦。啊，你若伫遐哦，拢在讲这个财物，伫遐一直抢有无？阿母啊，这个品定若歹，福报若无够，恁子孙凡事啊三暗，跋筊就再见啦。这种因果啊！
所有的未来你要想好知啊，不是讲我即马哦足牛的赚一丝仔钱，啊是讲即马我就有真大鹏的财产，我敢那真牛，迄不是牛啦，迄是你有福报。牛就是你即马这条灵性，啊会当含咱在世爸母、阿公阿妈，过来阿祖阿太赶转来。一主啊，得道啊，救助尽超生啊！牛是这部牛啦，不是你在世间，你讲古台面牛吗？伊毋知欠偌济，咱这个人会费寡钱啦。啊，死人嘛是一行人啊，你牛啥？伊心肝若无向，哪有今日这么大鹏的财产？我问你啦，咱人你也看啦，有读色书的。几个色素，予你赚，所有一世人，一个月予你10万啦。你三十年的这个期间会当赚偌济？爱是何况伊是一个有师啊出来啊，做模啊出来啊。是咱爱知影讲，家己守本分啦，家己的能力啦。我今仔毋是咧诽谤师哦，这是要提醒咱每一个人的心会公正、公平。你得搁较济，嘛是暂时的啦，二三十年的享受尔尔嘛。你为三十岁赚到钱，三十年六十岁，六十岁来就一直老啊，互你娶几下某嘛无效啦，看你瘾尔尔啦。遐钱嘛是同款啦，遐不动产嘛是看你瘾啦。唔则过去讲，啊你着搁较济厝，啊暗时嘛是同款啦。你睏一顶床尔尔，你搁像皇帝安尼。拢一出，食饭拢爱一百项，皇帝另外八十项，你也看咱搁较食三项就饱啦。甚至你若食一项，咱咧讲个讲，啊，咱个迄个迄个皮蛋瘦肉粥一下就好啊。咱即马礼拜张天纯有去买，创一个咸梅，大家拢饱通通，那就爱一百项。迄是毋是拢加浪费个？损福报的，所以讲皇帝无人要拜啊，咱只有拜皇帝做完尔尔，仙人树啊，所有的地要顺有人拜啦。啊，你讲周公，迄是欣赏尔尔啦，其他只皇帝有无？福都拢损掉去啊，啥物拜福？唔知咧讲过去武帝甲封福啊有无？封福就是福着正神啊。大家要拜福德正神，谁要拜武帝？用安尼，你就知影嘛。福报会当轮伫咱凡世间啊，武帝是天主咧拜啊，是过去真正咱百姓啊，一丝一丝啊价值都无啦。是即马咱咧讲个民主，咱民诶，你都靠福报，靠钱诶，你再来向着天，外口就对啦，拜天。拜天公，拜地庙，拜咱所有的五庙，所有的神灵。过去拢嘛是天主甲国王咧拜，咱只有拜福德正神，拜万灵公，拜山神，拜土地公，拜咱即嘛地灵公，才会较低层诶啦。所以讲，咱住伫台湾是真正福气啦。啊，咱搁修无行吼，啊，这着某娘真正流目屎啦。是咱以正法这点灵气转到清净，咱的本性有诶赚一丝仔钱，伊感觉好好，我不得了，啊，这也无啥啊啦。咱最主要，你爱讲拜着真正神啊，伊要甲咱这条灵魂提升，咱在世间的处事行动，拢达到这个标准度，这才是真正神啊。咱的老爸老母，咱的乡亲，嘛是爱咱个人。你会当守着规矩，你一天赚一千，你一天赚500，你拢莫发生麻烦。麻烦啊，一个你所有欠的拢去了了啦。老爸老母是爱你安全平安的幸福了。无老爸老母敢会讲你赚少钱就不爱你哦？啊，你若乖乖安尼过，你嘛是伊的乖囝。这个道理你若知影讲，啊，你赚一丝是，就咧嚣掰有无？
啊，迄是暂时的，互你几年，后摆你死去，你著知影啊。见官流泪啊，有诶是见官欢喜嘛，是各每一个角度无同啊。但是咱要修到真正，咱会欢喜心嘛。毋则讲刁文刀，涉世苦呀，是咱有这条正天的灵性，咱来归元这条真道嘛。既然拢是咧演化，但是你咧演是动啊，今日动啊，佮配合静啊，啊你唔通讲一年冬天三五年拢伫外口伫发会场，伫遐演伫遐动，单动啊，就讲高阳袂生啦，你这个自然的物件生袂出来啦，是咱个家己会当拍算。这个道理，包括咱的诗诗、礼经、夜唱、春秋，甲咱过去讲侪讲做乐经有无？即马有做孝经。咱这个诗诗六道六，这个诗诗啦吼，甲咱即马咧讲六书就对啦。这你拢爱知啊。夜经是咧讲外表的现主事啊，这个方位啊。所有你的升克啊，升升克克啊，好的你就搁升，搁再升啊，歹的你就甲克掉啊。我无爱生这个怨甲怒甲恨啊。好的这个运来，我就一直要对这个运一直去发展，搁做好啊，搁去布施啊，搁照着这个事实，互伊忍耐过有无？以后咱才有一片天空啊。是咱来知影这个五行嘛？啊，咱五行就拢熟悉，我即马就拢会晓用啊。啊，咱就爱跳起五行顶嘛。啊，五行顶，你就免受着生气啊嘛。你所有看，这个歹因，我就求脚。所以讲，菩萨你是惊因嘛？啊，咱人是惊果嘛？啊，即马咱人都要做圆融菩萨啦，这个歹因咱就歪落啊嘛。是咱有这条正法的灵气，要来转化家己这么清醒，是咱对着无形这个天元，啊，不啊爱咱顺伊的心性，咱才会当行到这么顺平。世间是行起起落落意外，但是咱倒转来母娘的身边，是永远伫遮的啊，伴母啊，不管是仙破仙远。啊！是咱即马讲后壁这个山的仙境、仙洞，所有拢是相共的大环境，真水的环境，互你袂生烦恼，互你有欢喜心、极乐，迄、那个至心伫遐。啊，这你阁何乐不从啊？是咱即马要来讲到这点灵气啦。咱虽然咧讲的是未来，但是你即马正会到。就是现主时的出世哦，你今仔的诞生哦，今仔是母亲节哦，你会当诞生伫母娘这个身边有无？受母娘的疼痛，这才是真正你搁再出世一遍哦。是咱会当讲的这条灵气，现落清净才是顺利，走向这么顺佳的天性。祝福大家拢平安幸福。好啊！啊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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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哎呀哦哎哦啊咿耶嘞嘿咯嘿嘿咯，哎啦啦吼啊！哎呀我哎呀的哎呀我哎呀的呀我哎呀的呀啊啊我哎呀的哎呀我哎呀的哎呀我哎呀的哎呀我哎呀的呀哎呀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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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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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